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走进九九二星星秀。阳光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，怎么办？我好紧张。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。天哪，你好，我好紧张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。我开了，我好紧张，怎么办？我是紧张，真的好紧张。第一次，不是第一次。那我就先那个啥，我就先唱首歌。我先唱首歌吧，是先唱歌还是先跳舞？唱歌还是跳舞？对，我是新主播呀，唱歌还是跳舞？对，我好紧张。跳舞是吗？唱歌还是跳舞？唱歌的就扣一，跳舞的就扣二。唱歌还是跳舞？唱歌扣一，跳舞扣二。行，感谢这个哥哥送的巴掌，那我就先唱首歌。唱首歌，边唱边跳舞不行，我还没有。好，我跳舞。反正我唱完歌之后我还会跳舞的。怎么这么晚播？我也没办法，我刚起床。轮麦，我跳。这一下把麦克风，我唱什么歌你们点歌，我看一下会不会唱。我跳舞有点难看，然后请大家不要介意哈。什么鬼？什么思想？人家是一个女孩子，被说是男人，
哎呀天哪，哦，有电，这有电。那我现在继续跳还是给你们唱歌？唱歌还是继续跳？你们选。唱歌还是继续跳？相信这一下，人家是长得可美可美了，不能出镜哦。别说话，我们当初没有这么说。跳舞是吗？唱歌还是跳舞？唱歌还是跳舞？你们选。给我打卡点心，点一下心啊，那个什么。继续，行，继续跳，继续跳舞，继续跳。难道我刚才那个叫没有把你们给吓着？你不觉得可难看了吗？开火车不会，不要跟我说开火车，是不是想让我逼累吧？是不是想让我逼累？跳舞是吗？行，跳。吃大半夜都是美女。哎呀，感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孤独终老，恭喜你身为新小国王啦，恭喜啊！哎，你哪的人？我是湖南人，有没有湖南的老乡？说话怎么大舌头？我没有，我是紧张。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我紧张我才用大舌头。我一般是不会的，半个老乡，真的吗？有媚驼，对，我们说媚，我们说媚驼。我好大的电啊！哦天哪！你湖南的有湖南的老乡吗？湖南的老乡支持一下哈。开始跳了，我不紧张，你们不要骂我，我就不紧张。这个有电，你这样跳跳，我就爱上你。我是湖南的，啊，那个什么，跳的那个啥，你们不要骂我，我就不紧张了。发生 OK。
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，没有太多太多的话语，可我已经意识到这段感情。感谢这个姐妹花送的十个棒棒糖，感谢哥哥。求介绍，人家那个我再唱一个还是唱个歌？你们说我是唱一个还是唱个歌？唱歌还是跳舞？唱歌还是跳舞？跳舞的扣一，跳舞的不，唱歌的扣一，跳舞的扣二，唱歌扣一，跳舞扣二，选一个，是哪个？哪个？跳舞扣二，舞蹈是吗？那个人好，你去找他吧，去找他吧，去吧。心塞呀，你说我来一次992，我容易吗？我容易吗？我性格急吗？不急。最美的记忆，你挽着我的手臂。唱个歌吧，他们都好多人刚才已经跳了几个舞蹈了，唱一个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哦，我来唱个歌。我们也要满足其他人，对吧？其他人都说了，也要听歌。这个是一个歌舞平台，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听歌的，对吧？有没有听到嗡嗡嗡的声音？没有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。你看看大伙儿合唱。喝口水。就你一个人没有想，是我们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还来这一套，为爱情折腰，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？你在想谁，想到睡不着，你应该觉得骄傲，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，只是想睡个好觉，别炫耀，别说你还好，没什么不好，你就越日子枯燥，哦哦哦，没什么烦恼，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，想到没完。好紧张，唱不下去了，有点。你给我听好，想哭就要笑，其实你知道烦恼会结局烦恼，新的刚来到，那旧的就忘掉，渺小的控诉只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。这个麦不是我的，这个是一个跳舞的麦，不是一个专业唱歌的，所以有一点杂音。没有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。我怎么感觉像这么丑？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，还能为默认燃烧，我亲爱的这样那慢的煎熬，不是想要就能要，别炫耀。不唱了，紧张，不能再唱了，不能再唱了，我还有一个舞蹈跳。我不像你们这么潇洒，对，还不。